我的定位的话是那个全能哦，不全雷全能型。很小的时候有个绰号叫管乐，不仅好吃而且难忘啊。明星来点名，壁咚不要停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壁咚大明星 Unite。每个人做一个最符合自己定位的自我介绍。我的定位的话是那个全能哦，不全能型冰山美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te 的小身体也有大能量的管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te 的陈优伟。对，我是那个 Unite 的，可能是语言担当吧。分享一下这次的品牌合作最喜欢的单品是什么？很多啊，很多、啊、很多。对，比如说项链啊，什么首饰啊，什么，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把喜欢的都穿在身上了。对。新一批最喜欢的单曲是？三二一，春日记忆。不是，我们三人不是每人介绍一首吗？可以、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、啊，可以、啊，对。因为我知道他们要介绍春日记忆嘛，就介绍一下剩下的两首。你们自己最喜欢的外号是什么？为什么喜欢这个外号？我的外号是旺旺，因为我比较喜欢，是因为我觉得家人都会叫我旺旺。这位粉丝这样问你，绘画旺旺最喜欢哪一首？绘画，我都挺喜欢的，就跟相比下来就是旺旺吧。管乐，你的是什么？基本上都是叫月圆嘛，对，小月圆。你不是叫自己管的宽吗？对，这是我自己的外号，叫管的宽，就是管的事情比较多嘛。太平洋的王子，是不是有哥哥叫管的严？那家里人叫你什么呢？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有个绰号叫，用我们重庆的方言就是官莽子，就莽子，因为很小的时候就是脸很嘟嘟的，胖胖的，就像很莽子的感觉。你这个莽子。陈若维的外号是什么？方言讲就是 Cici。Cici， 然后对，就是帅帅的意思。哦，帅帅，我是英文名，也从小就是这么叫的。依照座位次序模仿一下身边成员的口头禅。我不，这是最近李文翰经常在说的两个字，干什么？我不，最近就比较，就是。青春期到了，有点叛逆性，但是其实身体还是很诚实的，就会去行动。李文翰模仿一下陈佑维的口头禅。谁不是开心？谁不是开心？他们家乡话嘛，方言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开心。管乐的其实，下的面对于口头禅来说，他下的面更加有名一些，对，所以他经常会夜宵的时候关心一下我们到底饿不饿啊，然后要不要下碗面给我们吃，对。最符合戏精称呼的是对内哪位成员？没有来吧？他真的就是没有来吧？那你们三个当中最自恋的是？反正不是我，那也不是我，我当呗，也没问题。还好我现在变得会越来越爱照镜子了。出门收拾最久的是？这肯定不是我。也不是我。什么？哎，我们三个说实话还出门挺快的，就说起床就立马就起床，然后出门了。也没有，我们挺迅速的，也没有说起床立马起床。每人一个粉丝提问。提问李文翰，会看自己舞台视频或者直拍视频吗？会。是每一场都会看吗？简单。对，每场结束之后都会去微博上看一下，就觉得那小子真帅。自恋的是，真不是我。那到管乐了，我的是现场来段土味情话送给粉丝。今天天气很好，然后晚上的时候，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看到月亮。当你在看到月亮的时候，可能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地点、某一个角落，我也在看着那个月亮。然后我不仅的说一声，今晚的月色真美。我的问题是，还能吃五碗饭吗？阿姨做的好吃还是月月做的好吃？哇哦，一个很艰难的问题。五碗是阿姨，我也觉得是阿姨。对，我就不让你问为难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阿姨其实是日常给我们做饭嘛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就是天天吃。那管乐不一样，管乐不仅好吃而且难忘。管乐不仅好吃。不是，管乐下的面不仅好吃而且难忘。主要是这样的，因为阿姨是安徽人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菜系不一样，风格也不一样。徽菜川菜。对，管乐是川菜。对，管乐吃了比较难忘，吃一次还想吃第二次。会是管乐的好吃吗？不同的风格。阿姨不在说管乐啊，管乐好吃。
回去进门就说阿姨你那菜真好吃。陈勇敢美人选择一个做打，你要诚实还是勇敢？勇敢跟诚实是吧？对，有点像哦。哭的最伤心的一次，哭的最伤心的经历是最发自内心笑的一次经历是什么？哭的最伤心的一次经历是没有吃到我煮的面。那我还蛮开心的。没有呢。哭的最伤心的一次应该是看电影，就当时七号房的礼物出来的时候。跟谁一起看的？我自己看的，然后就当时是哭的最开心的一次。你有脑子里是不是想着别的？哭的最伤心的一次，然后最近笑的一次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吧。管乐撕下一个勇敢。哎呀，为什么是这个？耳背舒畅。春日记忆，二维素不是这个是真的，这个真的需要勇敢，真的是需要勇敢，加油！因为我记不得别人的 part， 那自己的，我自己的是什么？你自己是什么？最无奈的记忆，二维素，最无奈的回忆，二维素。最温暖的回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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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温暖的回忆。你这要唱出重庆话的了。最温暖的回忆。就这一句吗？比较经典的可能就是这一句啊。对，我觉得精髓。我觉得这句话是这首歌的精髓。对它的意义可能比较是。最温暖的回忆。那陈又维撕下一个吧。哎，诚实。诚实一下。自己最尴尬的经历是什么？哇，这个确实尴尬。是之前我初三的时候那个转校，然后第一次去寝室嘛，不怎么熟悉，然后他当时就两栋宿舍楼，一栋是男生一栋是女生，然后我走到了和我那个宿舍相对应的女生的那个房间里面去。故意的吗？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一模一样，就是进去之后我都感觉都没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从里面走出来两个女生，然后我那时候发现不对劲，然后就特别尴尬的走出去，发现整个走廊的那个都出来了。那次是印象比较深的，走错了宿舍。你们还想看剩下的吗？可以撕的。啊不，等，看，可以看一眼。用方言向身边的成员撒娇，不会撒娇吗？